看看新闻网。一说到水军役，央视名嘴的头衔总是如影随形。如今女儿水艺师已经长成一个亭亭玉立的少女，誓要子承父业，不仅考入中国传媒大学学习播音主持，更是不放过各种客串主持的机会。这不，难得和老爸一起同台，当然机会也不能放过。你好，水先生。没想到开口一句水先生，身为央视名嘴的老爸就有点 hold 不住了。我想知道，这么多年走到现在，是什么让你一直一往直前？哇，还切合这个题目。不知道电视机前的大小伙伴们又对这个未来的主持新星做如何评价呢？